蝗虫那得多得很呢。嗯，你最近是半大天的给淹了。你蝗虫里面，我们还是当时小娃子。那有之前有人打是不是？有人打，喊叫人都不敢，人打。不能打，咋说的？叫是要吃蝗虫肉，蝗虫有娘们酒来吃你芝麻酱肉豆，打不得，心疼。哦，那楼后来蚂虫了。啊，楼后来蚂虫就在那。那蚂虫不会飞啊？不会飞，你都知道头顶的蚂虫。有啥样了？有这手指没粗？栗子有那大指头粗，都是来蚂虫叼一层。那树叶子不就吃光了？树叶子也是吃人家芝麻绿豆也是吃，一到地里一块块给你吃完。娘啊，那啊，那收成那时候没得。别个老爷叫是那创意往起收嘛，那一打你赶紧打不得。也越打越多。嗯，那有个虫，那大庙有个虫王爷，赶紧到那个树软去嘛。到虫王爷那树软，要把虫收起去，收起去了换那个碗。蝗虫下来，你掉一层，你走成。那咋搞？那粮食不是没得吃的了？都叫他吃完芝麻绿豆，叫他吃光，就一丝丝包光，都在这黑胡子了，一丝丝都吃光。包头子给你啃光。娘，那像这种树啊，那也不是。树它是的，它都啃光了。那都是吃粮食。奶今年八十几了。八十七八。八十七，八十七还是八十八？八十七了，都近八十。